复习过这波。好好，咱们洗澡啊。嗯，去水了。哦，好啊。好，弄手抓鱼，你再吃。哦。过去拿筷子哈。哦。你们要从。哎呀！嗯，还要吗？嗯哼，还要吗？嗯，啊，一般了，还好了。
吗？嗯。哎，这个饭好吃不？好吃，好吃。哦。不过有点点咸了。哎，我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隔七多年了，补充点盐分。好吃吧？嗯。不理我对不？you
妈，嗯，哎，这个饭好吃不？好吃，好吃。哦，不过有点点咸了。我故意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隔几多年了，补充点盐。Thank you.
饭吃下去的时候就是眼泪，因为他手不协调，怕割到手啊什么东西的，但是他饭是怎么吃的我都不知道，所以说我没有问他这个过程，但是我只享受这个他做的过程，没享受，我只享受他给我做的蛋炒饭和这个。他会看着给你吃吗？他看着他也哭，他就给我说一直给我抹泪。那时候其实我已经话说不出来的，20岁以后的时候他就是蛮照顾我，他唯一的担心是什么呢，就怕我的身体，因为爸爸过世对他的冲击很大，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亲人，所以说